有你炆牛肉，香甜又润喉。秋天咧系你当造嘅季节喎，你唔好睇呢个风水咧，好似鞋湿湿咁啊，其实咧佢里边有好丰富嘅水分噶喎，用佢嚟咧炆煮嘢食咧就特别清甜滋润啦。风水你批好皮之后先切件，用搅拌机打成果汁备用，烧热油放入京葱丝爆香，落蒜蓉，加洋葱继续爆炒，加入已经用老抽、生粉、豉油、糖腌咗30分钟的牛展，继续煎香，煎至表面变色，加入梨汁、冰糖，冚盖，收中细火炆两个钟，打开盖，加入生粉水拌炒至汁料开始收结身，加入风水梨件继续拌炒，爽口又充满梨香的炆牛肉就完成了。